孙立就帮香港补庆生，死对头胡杏儿竟也在场。孙立主演的那年花开月正原线正热播中，近来刚过35岁生日的他被拍到没带上儿女，只与演员丈夫邓超到香港享受两人世界。两人难得来港，与邓超合作多年综艺的王祖蓝当仁不让，主动跳出来请夫妻俩吃饭，容祖儿、阿三、胡杏儿等人也一同出席，六人一字排开，气势全开，被网友誉为星级饭局。值得注意的是，胡杏儿也在饭局中。胡杏儿在那年花开月正圆饰演孙俪的情敌胡咏梅，双方在戏内斗得你死我活，但昨天她也在微博晒出两人的贴头合影，表示戏外双方没有恩怨，祝福孙俪生日快乐。孙俪也回复，无论戏里怎么样，戏外我们好着呢，证明双叔感情深厚。网友纷纷留言，周莹、胡咏梅又聚首啦，果然只有戏外才能和平共处，你们的演技都很棒，得到大家的认可。看来胡咏梅的确是邓超派去的间谍，周杰伦、萧敬腾尬投篮。演唱会合唱歌迷海翻，歌手周杰伦今晚在小巨蛋举行地表最强演唱会，历经15个月世界巡回后终于回台北演出，今晚歌手萧敬腾担任嘉宾，两人在台上玩投篮，合唱阿飞的小蝴蝶，全场嗨翻。周杰伦今晚地表最强演唱会台北首场，已经是这套演唱会的第56场，除了调整曲目改变部分道具新增服装，今晚更邀请萧敬腾担任嘉宾，为歌迷献上惊喜。开场特效直接把歌迷拉到外太空，舞台上巨型盔甲 LED 多层次浮空处理，太空人漫步于宇宙之间，周杰伦搭乘太空船穿越时空舱门而来，歌迷尖叫声不绝于耳。他以一袭全新黄金电幻战士装从伸缩时空大圆舱门现身，一连带来英雄、双截棍等歌曲，在18名舞者、2名健身教练同步挥舞光剑的节奏搭配下，展现如虹气势。台北演唱会除了曲目上的调整，整场演出的9套服装有4套是香港造，行尸 Tomb 全新量身打造，继香港增加新台币1000万元后，台北又追加超过1000万的制作费，使得原本演唱会 1.6 亿元成本累计超过 1.8 亿元，成为周杰伦演唱会成本最高的一套演唱会。今晚特别嘉宾登场的方式特别，起初是乐团和观众玩互动，随即点名台下的观众，最后点到萧敬腾，只见他神秘地拿起手中的麦克风慢慢走向舞台，接着台上的周杰伦开始弹琴，两人一起演唱阿飞的小蝴蝶，全场观众嗨翻。周杰伦提到昨晚他们一起打球打到清晨2:30，萧敬腾打球不服输的模样让周杰伦直呼很像看到以前的我，让萧敬腾亏说我小时候都听你的歌长大。两人一搭一唱逗乐台下观众，两人在台上也忍不住秀球技，拿着篮球在台上比谁进的球多，最后萧敬腾胜出，又在合唱一曲告白气球，此时天空也飘下10000颗白色气球，气氛浪漫。孙俪就帮香港补庆生，死对头胡杏儿竟也在场。孙俪主演的那年花开月正原线正热播中，近来刚过35岁生日的她被拍到没带上儿女，只与演员丈夫邓超到香港享受两人世界。两人难得来港，与邓超合作多年综艺的王祖蓝当仁不让，
主动跳出来请夫妻俩吃饭，容祖儿、阿三、胡杏儿等人也一同出席，六人一字排开，气势全开，被网友誉为星级饭局。值得注意的是，胡杏儿也在饭局中。胡杏儿在那年花开月正圆，饰演孙俪的情敌胡咏梅，双方在戏内斗得你死我活，但昨天她也在微博晒出两人的贴头合影，表示戏外双方没有恩怨，祝福孙俪生日快乐。孙俪也回复，无论戏里怎么样，戏外我们好着呢，证明双叔感情深厚。网友纷纷留言，周莹、胡咏梅又聚首啦，果然只有戏外才能和平共处，你们的演技都很棒，得到大家的认可，看来胡咏梅的确是邓超派去的间谍。